我们进入了第12天了。今天又是运气好哎，可是没有伏魔镜啊！你搞啊骗！没有运气啦，没有运气啦，伏魔镜都是假的啦，一切都是幻觉啦。我们开始有虚空蛋了，一颗。今天又要继续挖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星期五。我觉得我需要过去对岸一趟，我们等下再回来，怎么？还是要过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卧龙蜜好了没？看，只有我这样子，这样不知道多久才会弄好哎、欸。还有17天，然后我就10颗，这有点尬。然后这也要等它涨，尬上加尬。OK，找到了，我来找生命药水，Let's go！掉下来可以砸掉，掉下来可以炸掉下来，可以砸死人。那 菠萝蜜如果长在树上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死去了。为什么死去？被菠萝蜜砸到。什么东西啊？会走的树哎、欸！小星星，这是什么鬼啦？好吧，看在有办法拿到齐先生的。Coco 身上，我就陪你们玩一阵子吧。我突然觉得打这边值得了。这些蜘蛛原型是史莱姆，是不是？完了！2颗了，差一颗。我要待很久哎、欸，1分钟。3分钟，我要上去了。上去了
时间刚刚好倒下。好，我要重来了。哎、欸，但感觉好像没什么东西被拿掉、欸，是我错觉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没东西被拿掉哎、欸。What？ 真假的？真假的？我不用重来哎、欸。那么帅气的吗？虽然说我两条东西都见底了。去一趟那个温泉吧。你看我那个血量，各位你们自己看我那个血量。对啊，没东西掉哎、欸，居然！为什么要去找马龙？我觉得这个恶心太恶心了。我觉得他给我什么怪都好，不要给我那一只，我就很谢谢他了。我学会一件事了，各位观众，看到蜘蛛全部打死就对了。我话是这样讲，这也不是要那么多字这。不要！我现在看到那一只鬼，我都觉得好恶心哦，它招太恶心了，拜。鬼要招太恶心啦！你不要再过来，你不要过来啊！你恶心到我了，你不要过来！决定了，我追着他打。啊！你不要过来！他好恶心哦！好不好不，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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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，走开啦！我不认识你啦！你很烦啦！一分钟，哎呦！啊，我要蹲一分钟，我喝一点水。他只要不要再出现那只鬼，我跟你说，我整场我可以顺顺利利打完。又是宝石，宝石我就当作没看见好了。哇，背包好满哦。嗯，
掉掉掉！我一直换错武器，我一直换错武器是怎样啊？我又被Sebastian 带回来了。哦，OK， 没有丢失物品，没有丢失物品。OK OK， 走了，该回家了。我开一直按二，然后我的武器换不过去，然后我就下去了。天啊，快吐了，快吐了！等一下哦，这个东西好像很贵呢，我还差一个，对不对？等下去换一下，弄一下好了。我可以卖掉一点东西的吗？我背包好像有点满，还是说我们该这样了？等一下啊，OK， 我有一颗没有满，等一下啊 ，OK。凌晨了，我们弄完这边就睡觉吧。这里弄个石榴吧。哎，够耶，够耶！我想说怕不够，我拿另外一个出来。啊，怎么办？屌丝还有一个没弄到。对，回家睡觉。我就快死了，你看哪个血量？你看他血量。我们今天总共赚了，7844。